好，现在不要了。心脏是。哎，好，各位早哈，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的议程。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二、审查本院委员徐天才等二十人拟计税捐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案；三、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十八人拟计记账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四、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十九人拟计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五、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23人拟计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好，谢谢。那现在我就介绍议会的首长，财政部张部长。那法制司的胡副处长。户税署的吴署长，国库署的阮署长，还有官务署的饶署长，那国产署的庄署长，那财政资讯中心的苏主任，那台北国税局的何局长，那北区国税局的李局长。那接下来就是金管会的黄副主任、黄副主委，对不起啊，对不起。那接下来就是银行局的邱副局长，那政企局的王副局长，那保险局的张副局长，那。检察局的陈副局长，接下来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梁专门委员，然后接下来就是技师及职业教育司的谢科长，还没到。好，那终身教育司的科专门委员。那就接下来就国际及两岸教育司刘专门委员，那法务部的刘参事。好，谢谢。好，那今日的议程，审查共5个法案，那采分别报告、合并新答方式进行。那，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委员还没有到，那我们就现在请财政部张部长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贵委员会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大院徐天才委员等20人拟计的税捐稽征法增订21条之一条文草案，罗明才委员等18人拟计的记账事法35条条文修正草案，薛委员薛林等19人拟计的所得税法17条条文修正草案，薛委员等23人拟计的所得税法17条条文修正草案，本人诚要列举，非常荣幸。以下就简要报告如下，敬请各位委员指教。第一部分报告行政院函请审议的营业税法的部分。修法的背景主要是因为我们本部从99年起推动电子发票，那我们鼓励买受人用载具来索取电子发票，以达到无纸化跟节能减碳的目标。但是我们电子发票跟载具还没有法具，所以我们如果说买受人用信用卡、用转账卡、用记名的电子发票等支付工具号码来作为载具索取电子发票的话，还没有
相关的法규，为符合金融法规相关的规定，所以有赋予电子发票及载具法규的必要，所以修订。第二个就是有关营业税法里面仍然用银元作为罚锾的计算单位不合时宜，所以我们改为新台币。另外实务上对账簿验印已经取消了，所以有检讨的必要。那另外52条有关短漏开同一发票的财阀规定没有界定适用范围，可能造成征纳双方的争议，也并同修正。所以修正的重点一共有8条，其中32条第四项是明定同一发票有营业人以网际网络或电子方式开立传输或接收的法据。另外增订32条之一，明定营业人开立电子发票要将同一发票的资讯、买受人以及本部核准载具的相关的识别资讯传输到本部的一些电子发票的整合服务平台来存证，并明定载具跟载具识别资讯的定义。另外修正45条到48条49条，就修新台币罚锾计算单位的修改为新台币，删除账簿未送主管机关验印啊，那另已符实际。也修正52条对短漏开发票的财阀适用范围的倍数、财阀金额的上限都修正啊，以利增大双方依循。那修法的效益，有了法据以后可以健全电子发票的环境，另外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维护租税公平。第二部分报告许天才委员等20人拟具的税捐稽征法21条之一的条文修正草案，行政救济案件因为法律见解的歧义遭到行政法院判决撤销的话，根据司法大法官会议的368号解释，原处分机关就应受该判决的拘束。如果是属于事实认定的疑义遭撤销的话，稽征机关基于调查市政的需要，纳税人应该负配合要负协力的义务，来厘清课税的事实，以确定应纳税额。所以行政救济的期间不是时效的概念，而且不是税捐稽征机关全然可以掌握。如果赠送案件明定经过一定期间税捐债权就消灭的话，怕会鼓励新送，让取巧的人借提起行政救济规避应纳税捐之余，对于大部分依法如期缴税的纳税义务人显示公平，建议保留。那第三部分有关罗明才委员等18人拟具的记账事法35条条文修正草案。那记账事法35条之一啊，在该法在施行前已经从事记账及报税代理业务满3年，而且均有报缴该项执行业务所得，从该法实行之日起得登录具体职业，职业的名称叫做记账及报税代理业务人。那93年间相关邀集相关的团体开会，那积极沟通协调，获致共识。在101年12月5号修正35条，增订第三项，明定这些业者必须要加入记账局报税代理业务人的工会，不得执行，非加入工会不得执行业务。这个草案透过现在这个罗明才委员等18人的修正草案，透过修正工会的名称，想修正为记账报税代理人工会，把业者名称修正，鉴于这现在的名称已经经过充分的考量，那执行业务的范围也整合了各界的意见，获得了共识，所以我们建议维持现行的条文。那第四部分，薛林委员等19人等以及另外23人拟具的所得税法17条条文修正草案。那有关第一个案子是希望扩大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适用的对象到纳税义务人本人跟配偶，并增列排除支付给短期进修、函授班次、博士班进修、外国在台分校、大陆地区各校院子
的学费。另外第二个案是除息投资特别扣除额由27万调高到35万，我们综合提出的意见是这两个案都涉及综合所得税各项扣除额的检讨。那这相关的案子经过大院在第八届第五会期贵委员会11次全体委员会议曾经并案审查，免税额扣除额相关的修正草案有45案，没有获知共识，决议均保留，择期再审。那我们财政咨询中心的统计显示，综合所得税的免税额跟各项扣除额占综合所得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62%啊，所以不宜再行扩大，以免严重侵蚀税基。那对各界所提的这些免税额扣除的建议，我们会来综合研究。那我们会目前正在参考各国的做法，积极研议，看看个人所列的各项扣除额的合计数啊，占综合所得一定的比例上限的可行性，以避免产生税基侵蚀的现象，维护租税公平。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跟支持，谢谢。好，谢谢部长。那接下来再补充介绍委员，有潘维刚委员、吴秉睿委员、喜天才委员。那接下来就请喜天才委员就提案说明，就税金计征法。啊，谢谢主席啊，部长，各位官员啊，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啊，本席啊，针对赋税人权啊这个严正的提出啊，比照好、啊、比照这个刑事的妥适审判法的精神啊，将啊这个每年啊重复啊循环，一直没办法定案啊，超过8年的啊这个行政救济案啊，能够啊这个予以啊这个啊撤销。时间上虽然说以证据法则啊，以这个依法啊的这个原则没有时效的啊问题，但是在行政权啊不尊重司法权。啊，不尊重这个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的这个保障，相关执行过程啊，严重缺失怠惰，啊，这个产生的这个侵犯人权啊，破坏人民权益的这个严重议题，啊，已经涉及到基本人权的侵犯跟宪法精神的违反，啊，应该予以补救，所以啊，本席才提出这样一个修法，这个也是要这个解除啊，这个行政的不必要以及司法不必要的这个资源浪费啊，跟人员的人力的这个负担，也减除啊人民受到权利被侵害啊等等的这个损失啊的这个停止。那么我们发现，行政程序法第117条，好、啊。相当于德国的这个行政程序法58条，也就是说这个政府有滥权不当措施的时候、啊、应依行政程序法、啊、自行来这个、啊、这个撤销处分。但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的117条、啊、迄今未受到这个行政、啊、传统啊，恶习，那么这个等等的影响没办法落实。啊，大法官甚至啊，经过解释以后，那么法务部、财政部、行政法院竟然都有不理会的啊，这个啊经验啊，是相当令人不可思议哈、啊。再来就是有关诉愿的这个制度啊，明显的因为啊行政文化。以及啊，这个制度好、啊、人员在施行上的一些瑕疵造成的一个失灵啊，黑箱的作业侵害的人权，也违反的这个宪法。第一个
试验审核的过程相当的草率，几乎每三分钟就会解决一件相关的这个审核的案件。那么试验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具有财税会计专业背景的，这个参差不齐，甚至区区这个可数。那么问题出在这些委员的这个聘用，可以说是没有受到监督，由行政单位自己的这个裁量决定，这是相当不成比例的一种制度设计跟这个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101年到103年中所税相关的试验案件审议的结果，人民币驳回率高达 89.4%、 91.9% 到 93.1%、 人民的胜诉率不到 10%， 即使到了行政这个法院，人民的市政率也不会超过 6%。 所以对人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保障呢，权利的保障是相当的薄弱，相当的薄弱。再来就是在制度的设计上，试验的委员必须公正这个客观，所以由这个主管机关所聘用的这些委员呢，必须是社会公正人士、学者、专家来担任，而且他的人数不得少于二分之一。但事实上的执行有不少的个案甚至没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照样呢这个变成决议所以这种黑箱这个缺失呢相当的这个严重。那么大法官也曾经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外聘委员未达法定比例，所做成的试验决定应视为以不遵守试验法第53条多视觉原则的这个规范呢有同等程度的瑕疵，所以必然会要构成撤销试验决定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事实上呢也没有加以这个重视跟落实。再来就是这个相关的试验程序上必须遵守的一个回避原则也没有彻底的这个落实，所以在我们审查委员的这个成员上面，有些曾经是该案的承办人该案的这个主管，那么在救济我们希望公正客观超然，但是他在人事的这个成员执行的情况之下，事实上呢会变成这个原球员变成后来的裁判，这样的一个不公的一个现象所以难怪很多试验案呢一直在循环一直在重复。再来就是拒绝人民意见好不容易取得意见的这个机会，但是呢所得到的资料也不对称不完整，所以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战争人民所谓民不以官惰必然形成。再来我们在行政的这个命令上面规定这个复查或是诉验必须先缴纳半数的税款，或是提供相当的担保，这样对人民行使救济权利的这个过程也形成的不公平的一个待遇跟这个不合理的一个权利跟可行性的限缩，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精神。也事实上因为国际人权两公约在我们国家已经是内国法化，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违反普世价值的国际人权原则，因此本席呢才提这个案子来做一个补救。谢谢。谢谢委员的提案说明。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开始进行询答，那我们每位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那登记到上午10点截止。那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许天才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请教张部长。好，请部长。哎，委员好。我看你们书面的报告基本上是采取这个保留哈，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这样一个修法哈，反对这样修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应该更严谨的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这个本席请教部长哦，目前呢有关的这个行政救税法的这个行政救济案件哦，八年还没有结案的，目前有多少？62件。62件。金额23亿。23亿。对。62件，23亿。是。那事实上以件数来讲并不多嘛。是，不多。那为什么这一个整个财政部拥有的人才人力从这个最基础层的这个税务单位一直到这个财政部，这个过程整个财政部去打这些官司做这些处理，竟然八年没办法胜诉，没办法结案。跟委报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跟委报告，很多的期间都停留在法院行政诉讼的阶段，就脱离财政部以外了，不是我们能掌控那个期间了。第二个就是事实的认定哈，本来纳税义务人有协力义务，他要配合，但是他没有配合，我们要去厘清这个事实也不容易。所以第一个期间不是财政部能掌控的，行政法院大部分停留在那里，我们的都按照期间，譬如说复查一定什么时候，诉愿一定什么时候，我们都按照期间来处理。原则上哈，是原则上如同部长所讲的，好像很轻松啊。其实这62件。应该抽丝剥茧，深入了解它的性质。有些永远就没有证据的，这个罗生门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你法官、检察官要起诉，那法官要审判，要依证据。那证据是被告，要证明自己无罪呢，还是原告？要一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有罪，这样跟委员报告哈，这个就举证的责任是到底在谁？那你这么大的一个机关，对一个个人，八年时间举证不出来，没办法结案，再拖下去，你再拖下去意义何在？是我跟委员报告，委员指教的很正确。第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有一定的分配原则，对课税举证责任在稽征机关，但是如果纳税义务人对自己主张有利于己的，他要自己负举证之责，所以举证责任的分配是这样，没有错。对，那对他自己有利的，他提出来，你不承不接受嘛？你不承认嘛？当然那就是证据力的问题了。这但是对这个所谓。从没有证据到对他有利的证据都提出来了，你对他有利的证据跟原来没有证据的提出一样的看待，一样的处理，再继续拖下去，所以驳回再驳回，从叫你重新核课，那你还是照样原来的核课，那重新处理还是照原来的意见，这样拖下去，是。这个委员问你就在处理这些，是你今天不反，如果今天你反对这八年的这个所谓速审精神的一个立法，那你应该对这些不可能有结果的，八年没有结果，十三年没有结果，20年没有结果，是谁吃亏啊？基本上大家都吃亏啊。是，但是对这个他不服你的这种处分，他前例认为受到你不当的侵害的人来讲，是一种无谓的折磨啊，跟无谓的这个代价。是，这找谁讨啊？找谁讨公道啊？是委员。所以政府对人民应该怎么样一个处理？政府对人民不利的，你应该从严要求自己。政府对人民有利的，你应该从宽加以处理。这才是民主法治所谓的这个社会正义啊！委员没有错，这样哈，跟委员报告，基本上课税是租税法律主义，完全要依法。对，一定要依法。那如果证据的问题是事实认定哈，如果认定有争议，像这样超过八年的，本来耗费太多的稽征成本，我们可以
就协谈了。嗯，那协谈有些那当事人他不愿意协谈。你协谈是这样，他不认为他必须缴税。你协谈是说哎打折，好、哦、解救贴，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我们也认为他不能注销，因为那个是还是有一些课税的事情。坐进那一部车子，那清风车，哈、哦，坐进那部清风车，结果怎么样？嗯，你们海关跟他评估价格，哎，价值是6万美金，他拿到收你，好、哦，这家电影公司的这个收据，嗯，是5000美金，结果你跟他合客还罚款。好、哦，还罚款，变成200多万，弄到最后，你跟他协谈说好，扣你50几万，他也不服气呀、啊。啊，类似这种案子多的是啊，那很多有钱的啊，花钱消灾啊。好、哦，他本来可能就是在他业务相当关系的这个范围内，所以说实在啊，台湾不逃税的很少啊，好、哦、避税的更多啊。所以这种情形是要反正啊，啊，我逃不过了，好、哦，我避不了了。那被你逮到，好吧，协谈，这个好像是相当合理，而且够叫拼起哦，好、哦、让他乞巧哦，让他巧起哦，好、哦，但是对于那个善良的个人，好、哦，不是他的那个税，不是他的长业的，好、哦，是偶然的或个案的一个所得的，你就穷追不舍，然后跟他啊、哦、硬要，要不到的时候，哎，多多少少。这个要多还少，怎么可以这样呢？是，报告委员，我们协谈有一定的办法了，就是说有一个协谈办法，如果可以注销的，我们当然就注销了。但是如果不能注销，这个明明事实，像有些案子哈、啊，有些行政法院已经判决确定了，只是不同年度要我们撤销，那是没有办法了，因为同一件事实，有些年度法院判决确定了，另外一个年度要撤销，国税局就做不到了。这些像这些，你要检讨。是，今天即使这个案子不过、哦、我也希望说主席把它保留，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太多个案，太多细节，不是这样我们几句话可以涵盖啊。是、哦、很多不平之冤哦，这样啊，一啊委员，这样好不好、哦、这个8年62件、哦、我们再来清查一次、哦、那能协谈的能够做，对，看看有些该了住了断就了断。你看行政程序法117条，你发现有问题你就可以自动处理的，不要等人家来，对，来要来告来吵的。像陈长稳条款，你看你不给他，不还给他，房屋税扣错了不还给他，结果他弄到修法变成几千件，结果你包括利息这个倒贴3亿多啊，所以你是为国家利益吗？也没有啊。当然有些是法律的规定不足、哦、我刚才一开始说明的时候就提到德国的行政程序法58条跟我们的117条是一样的。是，那德国要检讨这个行政处分等等措施作为的时候，他官员很文化上习性上观念上会自动去看说有没有违反这一条，是能不能适用相关的条文来解除人民不必要的负担，减轻人民不必要的这个损失。好、哦，我们就委员，我们文化，我们法变成从威权变成法治了，好、哦，变成民主了，但是人民不能做主。哦，委员，我提示这个不是我个人发言哦。委员，我们就你提案的精神哈、啊，我们来检视这62件，我们再请国税局检视。看有没有协谈空间的，有没有对他有利的证据的，有些该了断就了断了，能够处理就处理了。是，你那个证据拉来拉去，对，好、哦、像太极门那个，你说他是补习费、哦、还是这个监证、哦、然后你同一事件同意说好用调查的，结果调查的回来的这个结果通通都是监证，你不承认啊，说你们自家人啊，你们太极门是一家人啊，所以你们通通说谎吗？可以这样吗？导演，那个就是哈、啊，那你事先同意去做调查哎、欸，如果你事先不同意做调查，那就还是哦，你事先同意调查，游戏规则定的，结果对你不利，你中你所定的同意的游戏规则实行的结果对你不利，你就不采纳，不采纳你行政权继续施行，哦，这哪些是救济呢？这进一步的折磨了，那些是救济呢？这违宪呐！所以啊，我们是好好的培养税源税基，然后税制改革让它公正、哦、公平，执行的时候希望有效、哦、
但是我们现在前面这一这个基本的脆弱不全，然后执行上的硬科啊，你类似这些国税局的人员啊，委员你自己也很麻烦了、啊。是，不要这样好不好？两件事，第一个就62案，8年超过8年62件，我们来重新解释，就委员的那个提案的精神呢、啊，我们来，但是不能修法了，因为修法哈、啊，大家就会全部提行政救济了，因为行政他知道法院拖掉八年，那就没有了，那跟合客期间的概念是不一样了啊。这个主席再给我一点，不是几秒钟，我讲这个哈、哦，你这样讲好像是对啊。好像我说对，不是对，好像有道理，但是那个道理是基于你这个文化所形成的，是、哦、这个观念啊，那你这个文化如果导正到民主法治、嗯哦、的时候，你这个观念稍微偏一点，就说啊，八年都没办法对付这个人呢、啊，就放他走了。为什么刑事好、哦、刑法？哦，等一下我们那个啊、哦、吴伟他是法律专家，为什么刑法会有一个速审好、哦、的这个法？这个立法，对我来讲，我看到很多个案不公平啊！他明明用技术逼格，哦，拍档靠擦，他先告好人，那拖时间，最后好人赢了，哦，我用俗话来讲，那坏人呢，上了法庭的时间超过时效，好、哦、超过一定年限，所以他原来的罪就减半了，这公平吗？是不公平，但是为了好、哦、避免冤枉少数人，是好。哦所以这个很多不公即使的某种不公平也是社会应该去接受的，我们所以这个速审法我们会支持就这样子嘛、哦、那你这边也应该才有这个精神啊，是因为这是不必要，是好像今天我这如果没办法有结论的话、哦、除非我们委员通通支持，不然的话这个保留，然后看我们这个财政部对那62件怎么检讨，好，那让新的国会再严正的针对这样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加以重新考虑。我们希望62件很快能够减少件数了。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习委员。那接下来请吴秉睿委员发言。主席，麻烦请这个财政部张部长，还有国有财产署的庄署长。好，请部长跟庄署长。哎，委员好。部长，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哦，这个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条例啊，昨天有协商啊，但是啊，里面对于租赁物采购松绑，它要增订12条之一哦，办理融资性租赁业务之租赁物采购，不适用政府法这个采购法，仅需要将办理程序办主管机关核定。他目的是要灵活了哈，目的就是海外设点的时候那些，目的是要去中国开租赁公司啦，是不是？目的要去开中国开租赁公司。我上次请金管会统计过，台湾在我上次咨询的时候2个月前，金管会所统计的资料，我们台湾的这个租赁公司在中国的预放，它比例高达4.8%。所以当台银金控打算要去中国开这个租赁公司的时候，我把租赁公司称为半影子银行了、哦、因为你取得是不用没有比较不注重在等于是比较接近信用贷款了、哦、比较没有担保品这一类的，所以它的风险利率高，风险相对大。台银在中国这个金融出现危机的时候急急忙忙想要去中国开租赁公司，这个你支持吗？也没有急急忙忙了，其实台银也是努力在拓展业务啊、嗯。这个就是回到我们以前咨询的问题，台银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台银如果是要定位为一间跟大家一起竞争的商业银行，那你就是要这样大幅转型。但是你们财政部里面认知的台银是应该这样吗？当然这样了，台湾金控是国营唯一的国营金控了，它有它的金字招牌，就是台湾金控。所以他如果能够走向国际，我想也是有他的品牌价值了、嗯。那我今天跟你问这个问题，是要提醒风险了、哦。是，因为金管会在2个月前的给我的统计资料是预放是4.8%，那台湾金控100%是国家的资本。是。那如果去中国设了这个租赁公司啊，4.8%的这样的预放比，这是
各业界的哦，所有的金控，所有的租赁公司哦，那你后面要去新设的，人家好的案子被人家做去了，你如果急急忙忙拓展业务哦，恐怕风险的控管要注意。对，风险控管我们有不断叮咛，在国营事业金融研讨会哈，我们都有。对，尤其是现在，我现在要期许你一个哦，是，大家都知道，明年1月16日选举嘛，是，那再来可能这个政府要更改，是，无论是。原有的执政党继续执政还是换党执政，政府总是要更替，是在这个更替期间的这个监督力量不要松懈哦，是，是否则的话可能道德的风险随时都存在，有都造成引诱的效果哈、哦。是，好，最后再要请教你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以从我在台东当法官就一直遇到的问题，台大跟这个溪头一个庄姓农民的国有地事件啊发生争执，这个庄市长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大概知道，是的。你知道我看到这个问题报道之后，我知道我的认为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土地的测量，测量了之后的登记问题，这个庄姓农民他讲说他家六代从清朝时间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因为是山上的林地，所以土地做第一次测量的时候，你知道土地第一次测量的程序，他会公告，公告在县政府的公告栏。然后认为这个土地你有所有权的，你要去做第一次的登记。可是往往很多的农民，他住在山上，交通不便，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公告。然后当然，那依照以前的法律，你也在登载在报纸。有的时候登了那个报纸，他家也没有，他也没看那个报纸。甚至那个农民，更可能他的祖先早两辈根本就不识字。所以第一次登记的时候，把人家早就有的土地、市居的土地，就把它登记成国有土地。这是这一些纠纷真正的来源啦齁。我在台东当法官的时候已经是20几年前了。遇到这样的状况啊，到台东的山上，东河乡山上北园村山上都是林地，他最多能种的产业就是柚子。那农民群起来给我抗议说，我们比建户还早来啊，我们到头的那种建户诶。中华民国34年才来到台湾嘛，对不对？人家在那边的土地市区已经都上百年了，一两百年了，比你中华民国还要早来啊。结果他就不解说，为什么我家的土地会变成中华民国的土地。那我们就法令解释说，哦，因为有个法律规定啊，土地的第一次测量登记啦、哦、啊那个时候有公告，那时候有叫你们说啊，如果你认为是你们家的土地你要去声明啊，就你们那时候没有去声明，法律的确是这样规定啊。可是这件事情从情理上面来讲，对这样的状况要有一套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说不管中华民国的土地我就是要把你们赶走。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等于是抢夺人家的财产啊。这部长跟署长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包委员，在日据时代就有的土地，后来因为没有登记，后来我们国产法有一条，在民国35年12月31日以前啊，那个土地，那如果在我们有一个可以让他用原来的价格来采购，再来购买了，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台大这个原有的价格购买，他家的土地他还要再购买，这不是很奇怪吗？委员，我想您的那个刚刚讲的这庄姓的土地，它是在台大实验林区里面，是国有土地，那目前是公用财产，因为是台大的经管。那刚刚我不是跟你讨论，我刚刚前面的那个陈述，你有听懂哦？人家世居在这个地方六代的，他家住在这个地方100多年，都常年都是他家耕种。你中华民国34年才来，你说因为他的土地现在全部都登，因为是实验林登记为国有土地。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没有跟我陈情，我也不打算在这个地方就解决个案，我只是要提醒你，在台湾的山巅海角还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因为照目前的中华民国的测量，全台湾的土地有做测量登记的只有80%几到90%而已，所以还有三只巅海之牙那个最高的地方的土地到现在还没有测量登记哦。那台湾的这样的高山上难道不可能有住人吗？
委报，您刚刚提的是一个登记制度，也就是说在台湾在光复的时候办第一次总登记的时候，对于没有人来申报的，他就公告登记为国有。那对原来是民众所有，而他能提出相关证明文件的话，这个部分内政部其实也定有相关的法规，有的是可以申请发还的。那如果证明文件不足的话，可能必须透过诉讼程序，大概是属于那登记制度的一个确定的问题。对，我是提醒你了哈，我们为政者就是要对这一些事物事理要清楚了解，而不是只是跟国人讲说法律就是这样。那像假设我不知道媒体的报道是不是真的了，假设媒体的报道是真实的，他家世居在这个地方六代已经150年以上，结果打官司打输了，说这是台大实验林的国有地，所以叫他们要搬迁出去，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房子要拆掉，土地要还给这个台大实验林。哦，你的土地的利用限制是一回事哦，土地的所有权又是另外一回事哦。所以我是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报道啊，要再唤起我20几年前刚到台东当法官的时候常常遇到的问题，提醒你们处理这些事情要注意。最后几个正在热头上的问题请教你一下，法务部所主管的宿舍跟高检署的宿舍它之间的拨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两个机关啊，宿舍可以这样拨来拨去？对，由使用机关来办理拨用。对，那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同样这间房子，一下子是法务部的宿舍，然后就拨给高检署，那没有多久又再从高检署又拨回来法务部，你们手续上这样换来换去不会烦哦？那这样高检署少了一个宿舍啊，他怎么办？机关首长决定就可以了。不，他要按照程序来办理。其他比如说这一间房子原来是高检署的检察官在住，他搬走以后可能有法务部的人他认为他需要有人要配住到这里面，那就必须要办拨用，由法务部来拨用，这样才能够跟使用者跟管理机关才会一致好啦，我知道使用者管理机关一致，问题是那个财产管理本来是假设原来是法务部的，他就是法务部的嘛。是，那如果这个法务部的员工他调到别的单位，他要去住另外的单位的那个地方空出来，它是法务部的宿舍啊。照理来讲，就是要让法务部其他等候宿舍要住的人进去住嘛。是啊，是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是宿舍是跟着职务跑的、啊？那有的时候法务部他认为他没有员工要进去，那检察署认好。我看不是没有员工出去吧，是背景强大的人一定要站在那个宿舍吧。那个。所以我是觉得署长，我这个地方就是要期许你，你站在一个管理单位。你认为是应该让这些涉案宿舍在不同的机关之间跑来跑去啊？是人的调动，那你应该到新的机关去，也要有职务宿舍，你是去申请嘛？我是觉得不要占这种便宜啦。我的太太是最高法院法官呢，如果照这个标准，那我要去住最高法院的宿舍是不是？明明北部地区、台北、大台北地区有房子的人，不能够再申请职务宿舍，这个内部有规定啊。我跟你讲一个不公平的个案哦，单位里面所有人都在看呢。我希望你这件事情的那个管理哦，你要注意，不要让用特权背景强大的人无论在哪里都所向无敌，这样子我是不赞成的。好，谢谢。好，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发言。好，主席，各位先请请一下部长嘛。好，请张部长。赖委员好。张部长你好。这个大家最近很关心这个 IS 的恐怖攻击的事情啊，台湾莫名其妙被列进在里面了、啊、哈、哦，到底也就是因为奥巴马提了一句话，说这个我要跟台湾啦、啊、怎么，然后这个在国企里面列进来，我看。这个我们跟美国是列在一起的啊、哦、那个旗子啊就列在一起啊。这个事情你会不会担心未来对台湾的经济的动能，外旅客来台湾的观光等等的，我们的一些的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到后来影响到我们的经济，会不会？报委员恐攻这件事啊引起国际政治的动荡，本来就是对动能有影响了，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外销动能就会有影响。
当然现在看起来美俄两个强权都在节制当中了。如果没有节制，当然就会衍生更多的问题，当然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更大。那台湾在这个里面哈，我相信不像大家忧虑的，就国旗在上面，观光客就不敢来，应该还不至于这样了。对，你知不知道上一次啊，人家统计过，有人统计过，这个有一个专业的杂志统计啊，911的经济损失啊，那一次的统计攻击啊，恐怖攻击啊，总共经济损失高达3.3兆美金呢、啊，就台币算起来快100兆台币、啊，100兆的台币的损失，这其实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个看起来，比如说像美国道琼斯30天以后，它股市恢复到正常哦，可是就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里面有看到的是，它是说以色列是最好的例子。假如以色列没有战争的话，对于 GDP 啊，它最少可以提高8.6个百分比啊，等哦。所以现在来讲，我跟你提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这个台湾被列进去，特别今天的媒体又大幅的报道，电子媒体一直在跑，然后平面媒体这么大幅报道，对国人是心里是个压力哦，不是压力哦。所以压力大家就会什么，会出门，比较能够不出门就不出门啦、啊。这个就会减少消费了嘛，这很清楚，这道理很简单嘛，对不对？国外人来这里也是，哎呦，哇，台湾被列入啊，这个要观察一下、啊，过几天说不定就影响我们的观光的人数啦。人家想说能够不要去，尽量不要去啊，因为台湾已经被列入一个目标啦，谁什么时候被会不会炸不知道啊。所以国安单位、内政单位还有我们的海关都在加强这个查缉。比如说对进口的这些爆裂物的查缉等等啊，就维护政治的安定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基础嘛。嗯，所以国安单位、内政部他们也说会加强来维护。你都不会担心的、啊？不是担心的问题，而是你担不担心？我问你，你会不会担心？我是担心的哦。是，我是担心的、哦，我觉得会影响哦。嗯，因为大家会出国，觉得说，哎呀，哎呦，卖出国只能卖出国啊！你要看他看，像台湾人被 K 吧，还没睡觉，对不对？这个心理，大家心理是有压力啊，是个压力啊。其实我们对这个要穆斯林是颇善意的嘛。台湾基本上我们的回教徒各方面等等的，你觉得政府除了你刚刚讲的怕他们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外交上可以做的，比如说对这个回教徒或者回教这个世界做出比较这个友善的一些措施等等之类的，就是要让国际知道，像台湾在宗教方面是非常自由平等的。嗯，我们对回教、对穆斯林那些都非常平等看待，像让外界知道，而且我们也没有把穆斯林跟恐怖分子发上等号。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是完全是两回事。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被列，你会不会觉得被列进去有点那呢水水啊呢？什么？嘿嘿啊，怎么奇怪？突然被列进去啊？怎么这样子？啊？对。会不会觉得奇怪？就莫名其妙被列进去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是啊。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被列进去了。会，你同意吗？哦。是。就是突然天上掉下来，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如果 对。有衰的感觉吗？这。就说。好的事应该要赶快列进去才对了啊，就是好的事，比如说TPP 如果赶快把我们列进去，这就好了。对，列进去 TPP 当然高兴了，列进去RCEP本该高兴了，对，列进去被 IS 打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当然是不是？是啊。另外啊，这个我之所以问这个，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经济都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再加上这件事情，会不会对台湾的房地产也产生进一步的冲击？会不会？鲍委员，当然这些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啦，但是需要都有观察的。本来我们认为年底哈是欧美的消费旺季，现在看起来这个影响现在不旺了，旺会受到一点影响啦，对不对？旺不旺了？对啊，因为观光客大家就不敢去，比如说法国也说他观光客受到影响大概20-30%。嗯，所以像这些大家就会小心一点了。嗯，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对不起，最后一个谈一下这个 D
电子发票的事情呢，这原来你们都很都外面都讲了多好多好啊。哎，我们这一部分呢，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各式会员载具，你有载具嘛，对不对？是叫载具啊。可是载具真的去领奖金的那个发票奖金的就四成了，这个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用载具的跟你原来的那个还是载具中间界面还是有问题。载具会主动通知对中奖，不必去兑奖。可是为什么这个资料显示这个对领率只有四成？为什么？来来来，哦，报告委员，那个载具基本上它有分有归户跟没有归户的，有记名跟没有记名。只要你有归户，而且有记名，提供银行账户，这些每一笔都会直接汇到户头。现在没有领的是，就是像我拿业务卡，然后我又没有归户，那你拿业务卡消费，它那个资料储存在卡片上，它没有去查，没有印出来去领。那所以我们现在有跟五个国税局，那这个比例很高呢。给你弄总有16张，十六张超过100万的没去领啦。对，16张超过100万你没去领。黑龙的不记都无记名的啦。所以我们现在无记名跟有记名比例多少？无记名的比例还是比较多，有记名的还是比较少。现在有用手机条码申请的大概148万。啊，可是那个业务卡，你嘛知影一年吼，也发的贵啊，千万张啊。业务卡每一张业务卡，所以有记名的比例还是低嘛。有记名比较低。所以换一句话说，虽然说刚才部长讲的很大声，说我这个奖金自动汇过去，可是那比例很低啊，10% 而已嘛，10% 而已嘛，对不对？这个是消费者要去做归户啊啊。这归户他就怕你被你们骇客啊，这个各自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个不用怕啦，啊，这个是我们要负责任的啦。嗯，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一部分可以再推广我觉得可以在你刚刚讲的嘛，有超过16张是吧？六张还是16张？今年16张。16张100万，就1000多万没有领出去啊。我们一年奖金发多少啊？发票奖金？快100亿，95亿，95亿。这个我觉得因为都要进步了都要进步当中，所以还是会有消费者现在。纸本跟那个载具多少？载具使用率多少？无纸化的比例9.18%，所以这9.18%。9.18%，100张里面没有印出来的是9.18%，所以这一次才在加值险跟非加值险营业税希望信用卡本身都可以当载具。如果信用卡本身当载具的话，我们有算估算出大概2.8亿张，只要一成就好了，明年的无纸化比例就会冲到15.7%。所以信用卡当载具这一关如果突破的话，明年无纸化比例 会增加大概60%起来。增加多少？增加60%？60%。这个其实是这一部分，其实外界本来是非常肯定的啦那我们都希望你这个推的面能够更广一点啦更广一点。现在你看的话，变成说你推老半天还是不记名啦，对不对？不记名的多嘛，大部分不记名嘛，对不对？那个记名少嘛。就大家这代表大家对你这个政策没那么信任，流量串串，流量讲讲，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得串，因为大家对财政部其实是很怕的，基本上整个社会对财政部是很怕的。部长同意吧？这样啦，这个纸本的习惯太久了，就要让大家习惯拿无纸没有无纸的电子发票，这需要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也很长了已经好几年了，5年了，没有？没有。我们好几年了，要加油。这一部分是对的方向啦，是值得大家努力啦但是速度可以加快一点的，什么问题能够尽量把它消除掉吧，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林德虎委员发言。主席，张部长，还有与会我们财政部的各列席官员是不是请那个张部长，还有我们那个海关的饶署长？好，请部长还有饶署长，还有吗？没有，这样就好。就饶署长好。另外好。
那个两位好哈，那个部长，我想因为哈，其实我们财委会很多委员呐、啊，都非常关心，就是有关于这一次我们在台湾被列名，这 IS 列名在里面呐、啊，哦，那到底财政部因为很多我们的进出海关呐、啊，你有什么哪些控管的方式来反恐？在进口方面，我们都会加强查验哈，怕一些危险的货物会进来。那人员呢？人员的部分，在入境的部分是我们负责啊，入境的部分也会加强这部分。在出境的部分，我们目前有那个爆裂物的侦报权啊，会协助航空警察局做飞机上的查验。那这些侦报权？都是我们海关培训的吗？是的，都是的，我们都是。现在有多少支？我们总共有五支，三支是给了国安局。三支给国安局。三支国安局。那你只剩两支而已，够吗？目前重点是放在桃园机场，桃园机场飞欧洲线的部分。你两支都是配置在桃园机场？两支都是配，因为那个是到欧洲线是比较高风险的，这样哦。对。那你有没有认为未来有需要？在防侦报权方面呢、啊，这个需要再添置、再加强，会再加强培训，因为国安局也要请我们再培训多几支。因为哈、现阶段来看，这个既然我们给列 IS 列入这个，也是我们反恐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当然不得不防患哦。那不得不防患，那我请教哈、那我们现在那些侦报权是这个。怎么样去训练他？我们有两种，一个是专门培训，就是专门训练他是只做侦报犬的哈。另外，我们也有把我们现在的缉毒犬，把它的功能再提升为可以、那个、也一并，不但是可以缉毒，也可以侦报。对。所以说，这个变成一个全功能的一个全功能的，也有一种是单独只为了侦报那个爆裂物的侦查这样哈，那你那个侦报权到目前为止有没有绩效啊？目前因为没有看到，还没有侦查到，但是根据我去那个国安局，他们有为了那个总统、副总统的维安的部分，他们有测试这个权是非常的准确的，很准确是吧？非常准确，所以说很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国安局已经希望我们再继续替他。那你认为未来？需要还要再培植几只那个侦报犬，初步会再增加三只到五只这样子。我认为说，因为这个确实对我们海关哈，尤其这些反恐哈，可以发挥效果，应该要加强。那不光只有不只有在中正机场，其他的海关有必要的话也是要加强。是的，是的。好，那劳组长你请回去。好，谢谢。好，署长请回。请部长，部长。我想对第四季出口可能忘记不忘啊，你说十一月出口没有改善，那前三周仍是双位数的这个衰退，而且可能与这个巴黎恐怖攻击有关。那我请问，如果恐攻持续，台湾出口是不是到时候会变成负成长？出口还是一直负成长，只是多少而已。那经济成长率你认为会不会变成负值啊？当然不达到1%啊。当然目前是还没有了哈，但是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要努力了，还没有到负值的地步了。因为哈、那个部长，台湾的出口状况经常像惊弓之鸟啊。是。那你认为有什么方式能够降低国际因素的影响？就是提升竞争力一条路。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够强，产品够好，价格够低，那就有竞争力，那就没有问题。是部长，记者昨天问你第四季是否会比第三季更差，你说目前只看到十一月无法预测第四季全季的这个出口表现。那请问如果从海关出口的货运量，是不是可以看出第四季十二月的出口泥端？当然十二月不敢预测了，就十一月看起来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很好。因为齁那个部长，
感恩节的买气，甚至耶诞节的需求，现在应该可以略知一二。那如果连部长你都回答得这么保守，甚至于有点信心不足，那是不是代表第四季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依您看。我们以为感恩节会好，那事实上感恩节已经过了嘛，感恩节就是上个礼拜天了。对，那并不是很好，是吧？对，那前三周的数字也没有很好。那对，那个圣诞节 Christmas， 圣诞节就是还有一个月哈，那看看这一个月国际的局势会不会好转，欧美的消费会不会好起来？这样哈，是部长，因为央行前天哦公布哈 M1B 哈 M2 年增率是黄金交叉的格局哦，那显示市场资金非常的充沛哦，那对于资金充沛，还是不进台股，你说资金追求投资报酬率，那投资人不投入台股是信心不足。那请问部长，你对国内整个经济成长也并不是很乐观，那投资人你认为有胆量进台股吗？所以就是现在差不多国内的部分正所税废了以后，大概不确定因素就消除了啦，所以现在就等国内的经济的景气有没有回升。那就您看来，股市扬升方案一板二板都能够治标还是治本？当然我们讲股市最后就回归到基本面，基本面的意思就是治本了。哦，那你认为就是说经济一定要好转，譬如说像张忠谋先生讲的说不用担心我们领先大陆十年，像这些哈都可以提升 股民的信心了。那你认为这个明年股市会不会因为这些政策，就是这扬升方案一板二板，让我们整个股市能够回神，你认为会不会？明年当然第一个当然国内政治要安定，所以我讲所以两岸要和谐嘛哈，那国内政治要蓝绿要和解啊，政治人与人之间要和睦，大家不要有暴力，只要和气，所以我明年选一个和字，如果有和的话，那经济大概就有可能就会往上翻转。是是，那个部长，昨天你说不是资金宽松，就是会投入股市房市，来强调资金追求是投资报酬率啊，那有报酬率的地方资金才会去。那请问房市现在已经进入冷冻库啊，那股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解冻，那请问就您来看，现在哪里是有投资报酬率的地方？依您看。这个有投资者自己决定啦，因为我也不是投资者，我没有理财。那你认为还有哪里可以去？依您看。现在这委员这个大在问啦、啊、委员您比较内行啊。那个部长，就像你所说，既然这个钱既然都不好赚，那你认为行政院提到的这些刺激消费方案，要民众把钱花光光，那只要、那个、只要出不能进、哦、那你认为这样为那个有效啊、哦、很好的那个刺激消费方案有效、哦、尤其是观光的部分采抢购一空啊，现在我看到说还要行政院还想加，还要再加嘛，对，那个有效。那你认为这个对我们整个就是因为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观光客进来啦，是哦，那其实这些饭店啦、啊、旅游业啦、啊、当然可能还不是说很萧条，但是其他外销哦，股市房市确实都不好哦。部长，你对于金管会放宽保险业投入不动产的最低收益率门槛哦，你说对房市应该会有帮助，不过能要看未来的报酬率。那倘若保险业者看坏房市，当然也不会投入。那请问你认为政府的健全合理房价政策已经让房价达到合理的标准了吗？依您看。现在应该可以说是在盘整期了，就是房价哈在微幅在调整，那双方哈在可以说买卖双方在拉锯了。如果完全是看买方，如果觉得他已经到底了，值得投资了，他就会投入。那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合理的标准，那保险业
有看好房市的条件吗？依您看，其实保险业他买房子，他可能跟一般投资者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啊。他们追求比较长期的一个投资，所以他可能看地点、看投资的机会，他角度不同了。所以说他看的时间比较长。是是。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来继续来请薛玲啊、薛委员。谢谢主席啊、各位官员大家早。主席，我想请部长跟那个关务署的饶署长来。张部长、饶署长。哎，薛文好。部长早。署长早。部长，我要请教你哈。最近当然这两天的报纸闹得很大，刚刚也有委员执行过了，就是 IS 的伊斯兰教国的问题。那台湾也被列入了演变国旗就进去了。那昨天内政部有他有说提升惶恐不用恐慌，他有一个安人心。但是问题我要请教部长，我们那个财委会这一块的话，因为有牵涉到关务署，那移民署的话是管人，那关务署的话是管物。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那个华国的那个炸弹，它的炸弹炸药啊，说 TATP 啊，这个炸药起的是相当容易。那我们管物的话，关务署这一块的话，因为既然是炸药这么容易起的，那我们用什么如何防范呢？部长。好，请署长。那个根据我们实务上的训练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个国安单位有提供18种的比较常用的炸药的那个锈源，就是我们讲就是样本啦、TATP 的药材的样本、对，有18种，不是只有一两种、有18种最国安局认为最普遍可能使用的那些我们那些爆裂物的那个火药，我们当作锈源，就是狗训练它闻到那种东西。所以根据实务上实证，就是在国安局前3个礼拜有实证的，非常的准确训练出来可以。那就是说我们有房子，然后有这个警戒，然后国安单位跟我们有合作。TATP 这个药物药品药材很容易制作、这个东西我比较不懂，但是如果委员讲的那个是很容易取到的，一定有列入，有列入哈，一定会列入。好，那再来部长我请教你哈，我们都在一个月以后要跨年了嘛哈，那既然是药材这么容易取得的话，我们101的话那个跨年晚会啊，这个要如何防，要如何注意，你们有没有有什么随身的应对呢？现在101加强巡逻的频率增加了，所以加强防范。那当然我们在也会请101哈，再看看跟附近的警察机关跟相关的单位来密切配合。好，谢谢部长。谢谢部长。我再请教你，今天我们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在谈这个两岸货贸的进度 ECFA 的问题，已经进入12轮了。今天那我要请教那个部长，既然是说有在谈的话，财政部有没有被派员列席？我们货贸好像比较没有我们的角色，我们派员就原产地的认定，有吗？海关的有吗？是。那你们关心的程度是怎样？这个跟委员报告哈，我们负责的是通关程序啊，通关的流程，大概比较都是两边都是互惠的，大概都是。尽量是便捷又安全。那你们关心的程度就是通关了哦。通关跟原产地还有跟原产品是吧？还有一部行政救济，就是贸易救济的问题，就是他们有没有请销给我们，要客反请销的程序，就是大概这3项部分是我们来负责的。好，部长，我再请教你哈、我这边是因为台湾出口的问题啦，我这边是经济部有一个资料，我们台湾出口大陆到中国去的话，一个年度有1.13兆的产品到大陆去，那我们被扣了多少的关税？这个有没有统计？被课税扣了多少？我们只有因为两岸占台湾是24.5%，
那被课的税是多少？就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记起来，有就是说，我们去大陆的，享就是可以享受的这个，免税。你就简单跟我讲，我们去了 1.13兆，被课多少税？这个我现在没有，不知道，还不知道。那你不关心人民哦？不是不是，这个数字我是记不起来，要有的话可以估有一个估的数字。好，那我再请教你，不知道那就。会后给我个书面，会后再来我再请教署长。既然出去不知道，那进来的中国进口到台湾来的话，那我们有关税课了多少？然后有什么品项比较特殊的、有限制的这一类的产品、农产品，都有数据哈。但是我现在一下子不能记起来，那个数量太那个数字很多。好，那既然不知道，你也会有给我。那有高产品的品项是什么？有没有这个数据？我看看。高关税的品项是什么？大陆进来的。早收清单的部分，我看看哈，这个，因为这个部分都很，我看看这边大陆早收。人家战果的时间，署长。大概有当你 Google 完了后，我已经时间到了，不是 Google， 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资料库，可以从那边搜寻，找出来。因为这个高关税的产品是什么？有石化的，石化的纺织产业运输工业，这个是我看2009早收清，早收台湾对大陆，大陆对台湾的早收清单，我看看这个是。这个、主席，你要留给时间给我，他把我占了一分钟。我会后再提供数据，好不好？因为这个要装那么多东西进去。部长，你会后就提供一些书面资料给谢委员，对对对，好不好？那部长，我再请教你，如果今天那个 ECFA 开放的话，那个关税影响到台湾是多少？这个有没有个初步的估计呀、啊？这个经济部应该有估计了，他们在 ECFA 的时候都有。那经济部的估计出来的话，说出口会增加5.34%，进口会增加7.39%，就是说出口的话会有145亿美元，那进口是155亿美元，你认同他这个估计的算法吗？他们估计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则啦，我想我们尊重了，是。那最后你会有什么主张的看法？是透明还是怎样？没有，我们就财政部的执掌就是海关在执行这些啊，经济部估出来的这个数据你同意吗？这数据就跟我们做任何的改革都会有一个数字的估测，认同吗？对对是。好，那我再请教部长，最近我们的经济，当然大家刚刚有委员在问你嘛，哈，因为有恐攻的问题。那会不会扩大，或是会扩大到蝴蝶效应，或是间接影响到我们的经贸往来？应该是会还是不会？我想是跨国恐攻的问题。当然多少都会有影响，只是要看未来的发展了。譬如说，像土耳其把俄罗斯的飞机打下来，双方克制的程度如何？啊，美俄两国克制的程度如何？还有北约克制的程度如何？那你会不会认为是影响到会不会有一个蝴蝶效应？你认同吗？还是会还是不会？我想这些大国们应该都会很理性的来克制了，不然会引起无法讲白一点无法预料的后果。部长，我曾经在这边有咨询过你哈，就对于我们经济的问题，你那个时候跟我答复是说我们是看一周一周嘛哈，然后你那个时候跟我讲说我们下半年会好转，那现在因为照这个状况，九黑十黑都出来了嘛哈，快十一黑了。那如果这样，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喽？鲍委员，当然我要跟委员报告了。像我们念经济学的哈，都有一个假设，就其他状况不变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才能够做结论。那这些其他情况哈，包括恐攻这些东西，要假设没有了。像这些不确定因素起来了以后，当然整个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那部长，那你这样讲的话，我们经济学术跌到新谷底是我们的常态喽？也不能这样讲啦，因为我们就这么悲观咯。不是，像恐攻的未来的发展，老实讲是无法预测后续会怎么样。请问部长有什么药方吗？药方就是赶快趁这个时候啊，赶快转型，经济转型，然后呢加强我们的竞争力。加强竞争力，你刚刚讲的嘛，就这样，是还是一个简化行政的流程嘛。是，来，部长还有一件事情请教你，这个是
我的显乎啦，吼，他问我的啦。那我今天就在这边就叫部长，部长对于税非常清楚。我们今天当然是在省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嘛，对不对哈？那我们都知道，部长你也来自于基层嘛，那这些基层的税务人员是相当辛苦嘛，我们都会，部长你有没有同理心？有嘛？是。有嘛哈？是。那我请教你，既然今天省加值型，我刚刚两个案你都把我否决掉，等一下我们好好来谈啦哈。那我就请教你。电子发票入华文字化是需要吗？我们都清楚，今天在审的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这样子？是，电子发票已经超过。那请问你，我们免用发票总共有几种？免用发票，嗯，是我们大概就小规模盈利事业免用发票嘛，一个月营业额在20万以下的免用发票，一些特殊的行业，譬如说像洗头的啦，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方便开发票的，这些不发便开是、啊、免用发票之外有几种？我不太了解委员的问题，是指说免用发票之外有几种？比如说首开的二连啊，首开的三连、啊，就是说要开发票的有几种？对对对，有二连式，有首开的，这个总共有这个总共有几种？对，有电脑的，大概这个总共有几种？六种，大概六种。六种哦。是。那我这边怎么是九种？特种，首开二连、啊，首开三连，电子计算机三连，统一发票。啊电子发票，委员加上首开二连户，是首开三连户，电子发票，电子三连户，总共有九种。委员分类的更细了，就是说电子总共电脑开的又有二连三连。我现在跟你谈，就是说税务人员来自于基层，是他们很辛苦，那我们要简化嘛，是对不对？是，我在跟你谈的是同理心的问题。是。那再来，我再请教你，部长。营业税的课征方式啊，还有哪些发票要用？用哪几种？还有哪些不用？那税率又多少？这个应该也有分嘛，对不对？对，分了很多级嘛，对不对？是。你税法第10到13条里面都有讲，0.1%对，到25%嘛，对不对？是。那总共我这边算的是7种以上，我不晓得对不对？哎，请教就叫部长，因为你来自于税，你会这样清楚。一般哈，小规模盈利事业大概用1%啦，然后一般的正常的营业就是5%，接着就是特种饮食业的15%，然后25%有女性陪侍的25%，那接着金融业现在2调到5%了。好，那部长你这么熟悉嘛，哈、哎，就是发票有9种了，哈，这个税也有7种以上了，哈，那这基层的税务是相当辛苦了、嗯，要不要简化？这个可以检讨，可以检讨，可以检讨，是。那我们都知道数位化都来临了嘛，对不对？是。数据化、数位化都来临，电子化都来临了嘛？是。这一些应该不要让这一些基层税务太操劳了吧？好不好？我再做一个建议了。是，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邱文燕委员不在。李桂明委员不在，赖正昌委员不在，潘维刚委员不在，曾纪威委员，你要不要发言？好，请曾纪威委员发言。非常谢谢主席哈，主席今天好像声音比较清淡一点哈，来那个麻烦请张部长好吧，谢谢。好，请部长。政委好，是部长你好，部长，因为我想请教一个哈，就是我们主要的审的一些几个案子哈，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薛委员所提的所得税法第17条的这个部分哈，那当然薛委员所提到的是要提高某些扣除额的金额嘛哈，其中包括教育学费的特别扣除额。也包括了所谓的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的额度，把它稍微提高。那部长，我当然看到你这边所提到的意见嘛，哈。那这个意见特别提到说，
有关十七条的修正案提高金额的部分，其实有高达45个案子在我们院里面，所以这中间呢，我们一般的处理方式大概都是先保留哈，那希望择期再审。但是我对择期这两个字啊，非常敏感哈，因为择期啊，基本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审。那你也知道，我们2月1号就毕业了嘛哈，那所有的法案要重新开始。但是我个人认为啊，17条固然造成财政部某些困扰，或者是希望能够比较严肃一点来做整体的思考，但是好像每一次都把它 hold 住，似乎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哈。那我今天其实很开心看到部长在后面呢、写了几段话，这些话呢是说，其实这个17条啊不一定是不能谈嘛哈，但是重要的是在于，因为我们目前的扣除额所占的总所得的申报所得的比重已经高达60%左右了，那部长觉得可能这种制度其实是有瑕疵的嘛哈，所以如果要谈17条的各项扣除额的金额该不该提高，应该对于总扣除金额做一些思考啊，也就是说对于总的扣除额应该做一个合理的限制啊。那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未来的这个17条的制度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的意义啊。那我其实在立法院这一段时间，我其实非常努力的在推动这样一个概念跟这样一个制度的建立，但是很可惜即将毕业，但是显然是功败垂成，我应该是没有机会来完成这个工作。包括今天我们主席提了他的17条，其实我的17条已经提了很久了，他并没有把它放进来做今天的这个讨论。那很可惜哈，我的17条的修正案刚好完全符合部长你这边所提到的概念。我提17条就是希望我们除了各委员很努力的针对个别项目的扣除额的金额到底适不适当去做一些建议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总额的掌控控制的制度。 OK， 所以因此呢，我在17条里面我特别提到我们应该建立一个递减式的扣除额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家庭他的总所得已经非常高了，高到某一个地步了以后，其实扣除额对他来讲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相对的实际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采用一个递减式的扣除的方式，让他跟一般的中低所得者的扣除额的享受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马上可以从17条这个地方脱困，我们不会再不敢去谈17条，因为不管这中间的个别的项目的内容跟金额如何，但是我们有一个总的机制在控制，所以对政府的税收其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这是第一个好处，马上就可以脱困。第二个呢，其实采用扣除额的总额的限制，本来也是好多先进国家在综合所得税制度上所采取的好久好久的一个合理公平的制度。第三个，我们都知道同样扣除100块钱，对高所得者所享受的实际的租税利益远高于低所得者。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税率45，我扣100块，45的人可以享受45块的税。如果我的税率是5块钱，同样扣100块钱，但是我只享受了实际上5块钱的利益。所以这中间又有了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它可以矫正我们现在用扣除额的制度所造成的高跟低所得者实际享受租税利益不同的这样一个很大的缺点，部长。所以我非常支持也鼓励你能够坚持在你的任期之内，如果有机会的话，不要不敢面对17条，我们同时面对它。如果你能够把我这个制度的建议把它付之实施的话，你会除了在财政改健全方案房地合一课税以外再加一笔对台湾税制改革最大的贡献。所以我今天不厌其烦的，因为我没有机会完成，你的时间比我长，你的权力比我大，
所以希望你能够在你任期结束之前把我的心愿完成，你觉得如何？鲍委员，我想你的观念，你很多观念其实我们都有放进税，我们赋税改革里面的精神里面。谢谢，但是我现在针对这个这个部分嘛，一个会期一个大案啊，所以这个算是大案，所以不能说哎草草率率，因为我们发现哈、啊，委员提的45个案里面，有些提案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的财政已经无法负荷了。是啊，是啊，一定要说，所以这个方式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一定要说哎容纳好的提案，但是在财政可惜的情况之下。对对，所以我们做总额的控制，它可以增加，就扩大税基嘛。那我第二，这是我设计的制度了哈的这个精神，用它递减嘛哈。那当然，这个接下来第二章哈，你看我还花了时间，我们从这个2011年的实际的税收的资料，我实际是验算这个数字其实是正确的。你看我设置了好几个情况，就是要让部长参考。假设用我的递减式的方式，我假设的递减率是10%、15%、20%三个。OK， 然后我也知道有人不一定赞成用递减的，认为递减的稍微麻烦一点，我们就干脆用一个固定的比例来做总额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也采用了这个制度，我设计了最高扣除额50万、55万或60万三个状况。那这中间呢，部长你要思考的就是，如果用递减式的方式，它的好处就是它不但扩大税基，能够增加税收，税收呢大概在这几个状况之下，通大概最高可以增加到将近150亿左右。OK，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税收可以受到适当的保障。是。更重要的，如果用递减式的方式，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税收的来源基本上呢会来自于比较高的所得者。如果你做一个统一的总比例的限制，基本上呢它抓到高所得者比重就会比较低。那我实际上所呈现的数字也很清楚看到了，如果是用递减率的方式的话，大概高所得者抓到的比例大概一半以上。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总额50万或60万的限制的话呢，抓到了大概15%-20%左右。所以部长，同样的，为了让17条可以更完整，我提供这些数据。我当然我承认部长说这个事情知识体大，对，因为对这个制度的改革来讲，它的意义也很重大，所以我们要仔细的斟酌。是，或许这个会期是来不及。但是部长，我刚刚提到了你的任期还有一段时间嘛，哈，即使是下个会期新的立法委员，我们也一样可以去争取，可以去推动。部长，是，只要你有正确的理念，只要你能够坚持去落实你的理念，我相信呢，我们是有说服力的。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努力。您那个案子拜托给我们，我们来研究，在兼顾可行性啊，那减震。然后税收，我们这个来综合考量，好不好？因为这是我实际花了时间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啊、哦。那我谢谢，我非常开心，说部长看到今天我们虽然检讨17条，但是17条之所以遭遇到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把45个案拿出来检视，对对对，哪些可采的我们就拿出来，是，然后呢弄一个总额给他，对，而且未来我们可能要新增很多。其实是符合时代环境需求的扣除额，像比如说长照，对呀、啊，是不是？那如果委员提长照，然后你说啊，因为17条，所以我们暂时放在那，我们都不谈，不好，对，这其实是不对的，是，好不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制度做更改了以后，我们不但可以把所有各委员所关心的，他所希望能够看到的个别的扣除额，可以容纳进来做合理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我们税收可以得到保障，是，更重要的意义是，用这个方式。其实我们是扩大税基的，好不好？好，好，谢谢部长，谢谢，谢谢。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粗略习惯一下哈，主席可不请张部长？好，请部长。各位好，部长你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今年大概税收的情况哦，大概会比预算超增多少？到10月份哈、啊，比去年超增了1360亿啊。那到12月，如果照这个速度，1600、1700应该是这样了。今年税收超增1700亿，去年是超增七八百亿了。七八百亿的哈、哦。嗯，
那我们看到这个税收超增很多哈、哦，当初大家比较思考的是国家财政拮据，哦，比较情况困窘哦，所以也慢慢推出了房地合一税。那最近一推出了以后啊，是不是最近的这个整个房市啊，好像发现急动的情况出现？就是看根据数字啊，大概今年的现在的同期啊，大概成交是去年的大概十分之一而已。但是我今天看到媒体报道，好像台经院的院长林建福说看到两只春燕。哪两只？其中一只就是不动产，他说看到贷款上升了，不动产贷款。哦，所以他觉得会房地产会变好。他说看到一只春燕，对。哦，哎，怎么为什么数据都会差那么多啊？委员，这就是说一个制度推出来啊，大家在观望，在盘整买卖。如果用股市的术语来讲，就是多空在拉锯，多方跟空方在拉锯，是，所以还在盘整，盘整落地以后，大概市场就定了。明年1月1号以后，大概就定了。那如果说这个税收啊，今年超增1700亿，这个税收已经比较满足了哈，不会那么困窘。有没有可能啊，房地合一税在明年？这个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啊、有没有可能说暂缓实施，比如说暂缓实施2年、啊、或者是若干年以后马上景气恢复的时候马上来提出，有没有可能这样来推动？委员，我是建议您不要提这个建议、啊、那我怎么我已经有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正式提出来，最好是不要提、啊、1月1号就要上路了，然后这个案子不是要加税的方案，这个案子是让房市健全的，啊，是，所以不过可能外界大家也不了解整个税制的情况了，对，好、哦，这个制度让它上路以后再说好了。好，那我可能就是请财政部来多来加强宣导，是，啊、哦，一般的民众，对，我们请问国税局，因为一号就要实施了，还有一个多月，再请国税局哈、哦、再加强宣导，是，房地和一个，因为、哦、一个税制的对一个跟动哦。有时候对小市民来讲，影响这个自身前缘呐、啊。是，好、哦、像这个土增税啊，各方面的税，事实上已经行之有年了、啊。结果，这个虽然是一些跟动，觉得不是很大的跟动，可是对小市民来讲啊，他心里障碍非常大，因为不了解而误会，那个就加强、哦、因为误会而造成哦，不会去那个就会加强买卖房地产。我们都在加强宣导，在网站上，事实上不动产业者他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讲习会了。是，好，谢谢。那另外再请教一下，就是今天呢、啊、本席有提到的哈、哦、这记账室啊，请问他现在应该是怎么样称呼这个所有的记账报税及记账代理业务人？这个好像讲起来很绕口耶。报告委员，这个名称都有共识的，在1993年就有公司，101年修法就用这个名称。这个名称哈，知识体大，牵涉到会计师工会，因为他们是报税代理人。你像我们像一般哈，从事这个医疗，也是就医师，对，两个字，啊，在医院服务护士，两个字，现在当老师两个字，老师，好，就即便是张部长，大家看到你也是部长两个字，立委是两个字。就是他这个字哦，你看他算他，你刚刚讲他这个几个字，你看1234567890，十个字。坦白讲，一般的、啊、哈、哦，嗯，不要说小学生呐、啊，就一般的民众啊，你练三次他也，哇，好绕口哦。真的是有需要那么绕口？对啊，经过讨论，为什么呢？第一个有考试资格的，就是很简单，三个字叫记账室。记账室，对。对，一个会计师。会计师，那会计师里面律师他有个报税代理人啊，所以我们未来要避免哈、啊、鱼目混珠，这个是经过共识的，经过三个工会哈、啊、记账师工会、会计师工会跟他们大家讨论的，因为这些哈、啊、他们是没有考试资格，是，哎，所以哈、啊、如果名称让他很接近会计师，说报税代理人，这些就会容易混淆了。不过我就是请部长是思考一下了，因为这边也是在落落等啊，真的是太长太长了哈。你就即便那个像我们有时候简单都是两个字三个字啊，嗯，即便是那个塞公嘛，法师也是两个字啊，礼仪师也是三个字，
大家是觉得认知上都很清楚，可以记得下来。记者也是两个字啊，哦，哪有比如说哦，记载详实情况发生的这个失误的人 的人，就是记者嘛。所以是不是思考一下啦，哦，那因为这个名称太长哦，对，这个我跟委员报告，确实知识体大了，要牵涉到会计师工会跟记账师工会。好，这个，那我们希望说，如果专门协调，是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哦，我想每个行业他都有想要辅，我们来想要辅导嘛，哈，哦，让他都有个生存的空间。哦，如果说有想好走的路，让他们轻松的可以走。报告委员，这么多年了，这一类的人啊，他们很多都考试及格，都变成记账师了。所以他们就慢慢这个慢慢在 phase out， 慢慢在衰退中了。那像他这个部分影响会有多少人？目前大概有职业的5000多人，有5000多人是，哦，还在职业是，哦，他们会陆续在考试，考成记账师的。5000多人哦，现在的这个社会情况哈，哦，他的民主至上哦，不要说5000多人了，啊，5个那个高速公路收费员哦，都。有人就搞得很头痛很大条，但是所以我是想说哈，对，这个是，我的意思说，这个是在立法院也有公听会过的，也有共识的，因为当初哈在记账释法要立法的时候，全部都来争取过了。好，思考看看了哈，好，那大家在协调嘛，我想这个是祥和社会，好，大家多沟通啊，让大家都有饭吃啊，有一个空间啊，他们有饭吃没问题，他们只是要改名而已。好，谢谢，尽量来争取啦，协调看看。是好，那主席是不是另外可以请金管会？好，金管会的黄副主委。好，部长，谢谢。部长，请回。黄主委你好。委员长，委员长，我们看到现在哈，整个国际的局势变化很大。现在台湾的这个本国的银行啊，跟保险啊，有没有相关部险部位在这个中东的？大概有，但是很有限。我想这个数字我们会后赶快补充给委员。那个中东部分因为标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应该投资的部位相对比较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本国银行？目前没有，银行可能更少，保险公司可能有一点。保险公司有一点，银行可能更少。那欧洲的部分呢？欧洲有，但是这是主要一些 OECD 的国家，像法国、英国这些比较大型的经济体有。那对反恐的部分啊，这个有提到说是金流的部分，台湾部分会不会增加啊？加强这些金流的控管？鲍委员，我们其实对防治洗钱啊，还有配合国际的反恐，我们都一向都是跟国际的规则去做，所以这部分就是强化办理。好，我想都多注意这个了。另外我要提的哈，就是现在证所税也废掉了，是什么时间啊来办一个跟大咖跟阿托贝啊，大家对谈聊一聊吧。好，我们会请券商工会的在委员这个提示啊。我是想要开一个这个好轻松的下午茶时间哈。是是，喝咖啡喝茶都可以的哈。就大家可以沟通聊一聊啊哈，看看现在这个政策改变了以后啊，怎么样营造一个比较这个亲民好或者是友善的一个环境呢？让这些人他们可以了解。好，如果委员有什么特别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的话，我想我们很愿意，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出对股市健全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来办一个与大咖心灵交流的一个活动了哈。那可不可以请主委啊，可以来参加？我会跟主委报告。也请那个国安基金呐 的这个吴次长啊，以及啊。投信投顾，我就是发现那个媒体啊，投信这些老师啊，很厉害。哦，有时候四两拨千斤啊，或者很多人啊，把这些投顾老师啊当作神一样在看待啊，哈。所以是不是这些人大家啊，恢复到我们现实的这个生活哈，法律改变了嘛，啊，会对大家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比较便捷？哦，可能是充分大家面对面沟通一下，哦，那对于啊整个股市，你会严加去这个抓什么内线啊，或者是严加去抓上市公司什么，大概是比较宽松还是怎么样？哦，可能让大家心里有一个了解哈，哦。了解。
啊，不然动不动你就抓东抓西的话，抓的大家也怕得要死啊。是。啊，那我来办一个啊，那个与您有约啦，啊，欢迎你们也派人一起来。了解。大家喝喝咖啡，咖啡我来准备，我来传的。好，好，谢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委员。那接下来我们今日的登记发言经理答询答完毕，那我们做如下的决定：第一，就是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徐欣盈、潘维刚、卢秀燕准备两份的那个书面，还有那个杨琼英所提的书面执行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委员执行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执行中要求提供至相关资料，疫情一周内送交各相关委员。那我们现在就进行法案审查及提案处理。那请议事人员依序逐案宣读。第一案就行政院函请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第二案是本院委员许天才等20人拟具税捐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那第三就是本院委员谢玲等19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那第四就是说修正条文内容及临时提案有一案。那我们就现在就请议事人员宣读。宣读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32条，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应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之时限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但营业性质特殊之营业人及小规模营业人得自发普通收据，免用统一发票。营业人对于应税货物或劳务之定价应内含营业税，营业人依第14条规定计算之销项税额，买受人为营业人则应与销售额于统一发票上分别载明之，买受人为非营业人则应以定价开立统一发票，统一发票由政府印制发售，或核定营业人自行印制，或由营业人以网际网路或其他电子方式开立传输或接收，其格式记载事项与使用办法由财政部定之，主管稽征机关得核定营业人使用收银机开立统一发票，或以收银机收据代替逐笔开立统一发票，其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32条之一，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依前条第4项规定，以网际网路或其他电子方式开立传输电子发票者，应将统一发票资讯传输至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存证，买受人以财政部核准载具索取电子发票者，营业人应将载具识别资讯并同存证。前项所称载具指下列得以记载或连结电子发票资讯之号码：一、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自然人凭证卡片号码、电话号码、营业人或其合作机构会员号码；二、买受人交易使用之信用卡、转账卡、电子票证、电子支付账户等支付工具号码；三、其他得以记载或连接电子发票资讯之号码。第一项所称载具识别资讯，指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用以辨识载具类别之编号及前项载具。第45条，营业人未依规定申请营业登记者，除通知限期补办外，并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借其仍未补办者，得按次处罚。第46条，营业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通知限期改正或补办外，并得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借其仍未改正或补办者，得按次处罚。一、未依规定申请变更、注销登记或申报暂停营业副业；二、申请营业变更或注销登记之事项不符。第47条，纳税义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通知限期改正或补办外，并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借其仍未改正或补办者，得按次处罚，并得停止其营业；一、核定应使用统一发票而不使用；二、将统一发票转供他人使用；三、拒绝接受营业税缴款书。
第四十八条，营业人开立统一发票应行记载事项未依规定记载或所载不实者，除通知限期改正或补办外，并按统一发票所载销售额处1%罚款，其金额不得少于新台币1500元，不得超过新台币15000元。借其仍未改正或补办，或改正或补办后仍不实者，按次处罚。前项未依规定记载或所载不实事项为买受人名称、地址或统一编号者，其第二次以后处罚罚款为统一发票所载销售额之2%，其金额不得少于新台币3000元，不得超过新台币30000元。第四十九条，营业人未依本法规定期限申报销售额或统一发票明细表，其未逾申时日者，每逾额日，应按应纳税额加增1%自报金，金额不得少于新台币1200元，不得超过新台币12000元。其逾30日者，按核定应纳税额加增30%代报金，金额不得少于新台币3000元，不得超过新台币30000元。其无应纳税额者，自报金为新台币1200元，代报金为新台币3000元。第五十二条，营业人漏开统一发票，与统一发票上短开销售额与法定申报期限前经查获者，应就短报、短漏开销售额按规定税率计算税额缴纳税款，并按该税额处5倍以下罚款，但处罚金额不得超过新台币100万元。营业人有前项情形，一年内经查获达3次者，并停止其营业。现在宣读徐天才委员所凝聚《税捐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第21条之一稽征机关作成课税处分之后，经纳税义务人不服提出行政增送之案件，其课税处分或复查决定，曾经受理诉愿机关或行政法院撤销、变更原处分或复查决定，自课税处罚处分作成之日起，历经8年仍无法确定其应纳税额者，不得再行核课。本条对修正前尚未确定之行政增送之案件，自课税处分作成之日起已经过8年以上者，并修正施行后，不得再行核课。现在宣读委员薛林所凝聚薛林委员等19人提案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第17条，按第14条至第24条之二及前2条规定计得之个人综合所得总额，减除下列免税额及扣除额后之余额为个人之综合所得净额，应免税额纳税义务人按规定减除其本人、配偶和与下列规定抚养亲属之免税额，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年满70岁者，免税额增加50%。但依第15条第二项规定分开计算税额者，纳税义务人不得再减除薪资所得分开计算者之免税额。因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亲属年满60岁或无谋生能力，受纳税义务人抚养者，其年满70岁受纳税义务人抚养者，免税额增加50%；而纳税义务人之子女未满20岁或满20岁以上，而因在校就学、身心障碍或无谋生能力，受纳税义务人抚养者。三、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未满20岁或满20岁以上，因而在校就学、身心障碍或无谋生能力，受纳税义务人抚养者。四、纳税义务人及其他亲属或家属和与民法第1114条第4款及第1123条第3项之规定，未满20岁或满20岁以上，而因在校就学、身心障碍或无谋生能力，确系受纳税义务人抚养者。二、扣除额，纳税义务人就下列标准扣除额或列举扣除额者，一减除外，并减除特别扣除额。一、标准扣除额，纳税义务人个人扣除90000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二、列举扣除额。一、捐赠，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构或团体之捐赠总额，最高不超过综合所得总额20%为限，但有关国防、闹军之捐赠及对政府之捐献不受金额之限制。二、保险费，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直系亲属之人身保险、劳工保险、国民年金保险及军工教保险之保险费，每人每年扣除额以不超过24000元为限，但全民健康保险之保险费不受金额限制。医药及生育费，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之医药费及生育费，已付予公立医院
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院所或经财政部认定及会计记录完备正确之医院者为限，但设有保险给付部分不得扣除，是灾害损失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遭受不可抗力之灾害损失，但设有保险赔偿或救济金部分不得扣除。无购物借款利息，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购买自用住宅向金融机构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报户每年扣除数额以30万元为限，单申报有储蓄特别投资特别扣除额，则其申报之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金额应在上项购物借款利息中减除。纳税义务人依上述规定扣除购物借款利息者，以义务为限。六、房屋租金支出，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直系亲属在中华民国境内租屋供自住且非公营业或执行业务者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报户每年扣除数额以12万元为限，但申报有购物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三、特别扣除额，依财产交易损失，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财产交易损失，其每年度扣除额以不超过当年度申报之财产交易之所得为限，当年度财产交易所得可支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后三年度之财产交易所得扣除之。财产交易损失之计算，准用第14条第一项第七类关于计算财产交易争议之规定。二、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之薪资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数额以128000元为限。三、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抚养亲属与金融机构之存款利息、储蓄性质信托资金之收益及公司公开发行并上市之记名股票之股利，合计全年扣除数额以27万元为限，但依邮政储金汇业局汇兑法规定免除之全部除金利息及本法规定之分离课税之利息，不包括在内。是身心障碍特别扣除，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如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者，及精神卫生法第3条第4款规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128000元。无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纳税义务人配偶就与就读大专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学费，每人每年之扣除数额以25000元为限，但空中大学、空中专科、五专前3年短期进修、函授班次、博士后进修、外国在台分校授课、大陆地区各校院者及已接受政府补助者，不得扣除。六、幼儿学权特别扣除，至中华民国101年1月1日起，纳税义务人5岁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25000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一、减除金本特别扣除额后，纳税义务人全年综合所得税额税率在20%以上，或依第15条第2项规定计算之税额适用，税率在20%以上；二、纳税义务人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第12条规定计算之基本所得额超过同条例第13条规定之扣除金额，纳税义务人或其配偶之薪资所得依第15条第2项规定分开计算税额者，该薪资所得者之免税额及薪资所得的所得特别扣除额，应自分开计算税额之薪资所得中减除；其余符合前项规定之免项额、免税额或扣除额，不得自分开计算税额之薪资所得中减除，应一律由纳税义务人申报减除。依第7条规定办理结算申报而未办理，经稽征机关核定应纳税额者，均不适用第1项第2款第2目列举扣除额之规定。现在宣读委员之提案。第一案，建请财政部就逾8年未结案之税务行政救济案件重新清查，并于1个月内将清查结果送交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案人委员许天才、吴秉睿、薛林。第二案，为合理扩大税金改进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及扣除额之公平性，建请财政部积极研议规范个人扣除额合计数设定限额之可行性。提案人委员曾巨威、卢秀燕、薛林等委员宣读完毕。好，刚刚临时提案本来是一案，那后来又增加一案，所以临时提案改为2案。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协商。
第一案好不好？啊，我不在了，行政院版。那个修正条文从第三十二条好不好？三十二条。三十二就是营业人发票的一个法源，之后用其他电子方式开立传输接收，就改这几个字。对，就加这几个字。修正条文就是由营业人以网际网路或其他电子方式开立传输或接收。就这几个字吧，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就照行政院修提案的修正通过。那三十二条之一，本条是新增哦。那就三十二条之一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没有意见哈。好，接下来四十五条。四十五条就把罚碗啊改为新台币。罚碗。是老名词。好，就改新台币三个字哈。然后银元这一些嘞，第二条银元。改为那个新台币。那四十五条大家没意见就改为新台币。得按次啦，得按次是啊，按你较严嘞，较严格哦。连续比较严格。啊，按次比较轻松是、啊。好，那四十五条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那第四十六条。好，说明一下。就第一个账簿验印哈，第三最后一款账簿验印。麦克风，部长。最后一款第三款啊，账簿验印现在没有了，就把它取消掉。哎，对，就是第三款账簿未于规定期限内送请主管机关稽征没有了，对，验印者这个把它删除，不是、啊？好，那四十六条没意见哈，那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那接下来四十七条，那一样，银元改新台币。好，银元嘛哈，那叫。四十七条照行政院版通过，接下来第四十八条，也是银元改新台币，也是银元改新台币。好，四十八条也是银元改新台币，那就照行政院版通过哈。接下来第四十九条，四十九条一样，银元改新台币，也是一样，银元改新台币，那就没见哈，就照行政院版通过。那接下来五十二条。五十二条是处罚的倍数降低，处罚倍数、哎、对当事人有利，降低 对，现在一倍到十倍改为五倍以下。好，那第五十二条也照行政院版通过。那接下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记账式。干不？受不了。哎呦，热冷热。我也在选举，不要传染给我。那你心里靠远一点。离远一点。我还打了流感疫苗。这不是流感。不然是什么？恭喜。啊？就是受寒的就是流感。啊，受寒的就是受凉而已的。我
那个罗明才委员，你提案的记账是第35条。好，谢。那这个就是因为、哦、要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哦。那事实上大家都看到，它这个名称非常的长呐、啊、哈、哦，记账及报税代理业务人工会。好、哦，实际上是蛮绕口。如果他在这个百大行业里面排名最长的，大概他是第一名，因为名称里面没有那么长的哈、哦。那我是想说，能不能说有一个空间哈、哦，让他名称简短一点，好、哦，大概是这样子哈、哦。因为刚部长讲说大概5000人呐、啊，好、哦，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哈、哦，我们也希望说能多多让他有一个。生存的空间呐、啊，哦，那不要因为说名称的毕业证明乎嘛，啊，不要因为名称太长，连叫都叫不出口，哦，让他有一个位置可以，哦，适才适所，然后可以做一些业务的推动，谢谢。这个我个人基本支持了哈。现在我们有两种的工会，一个是记账师工会，哦，也可以称为记账人工会了哈。还有一个是报税代理人工会，大概应该有这两个工会嘛，所以我建议啊，由从现行的条文了、啊、哈，现行条文，我们就加一个级，就现行条文了、啊、哈，现行条文那个级啊，把它保留。为231页。啊，第35条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第二行。非加入记账及啊，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工会嘛，及报税代理啊人工会，那个业务两个字，我们通常讲记账事工会，不没有称为记账业务事工会嘛，对不对？把业务两个字把它拿掉，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吧？这是我这样的建议，把它现在确实是有两个工会了哈、啊，确实是两个工会。这个它有全国的总工会，有地方的各个工会哈、啊，记账师工会跟报税代理人工会啊，两个工会，两个工会哈、啊。即我们把它保留了，把业务两个字拿掉了。哦，就是说会加入记账及报税代理人工会业务拿掉，因为我们叫记账师工会嘛，对不对？不是叫记账业务人工会吗？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把建议，两个字是啊，即把它保留，业务两个字把它划掉，这样就非常清楚了啊。好，来罗委员，那就这样子，那个会委员的看法。同意吧，我赞成把业务拿掉，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专业的这些工会啊，那么什么律师业务。地政业务或者是这个会计业务都没有业务两个字哈，所以这个业务这两个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业务两个字应该要拿掉。啊，他的看法跟我一样。好，那就是说修正的话就是说，加入记账及报税代理人工会，那业务就没有了哈，是这样子吧哈？不是，就用原来的条文呢、啊。谁的本？哦，明仔兄的版本。非加入记账报税。可以以罗明才委员的版本来修正了，好不好？因为他很关心这个事情嘛，哈。好，那我想我们就以哈，就是这样子了。以罗明才委员的为版本。哈，来下去修正哈。那因为罗委员长期关心这个业务，非加入。我看，等一下哈，明仔兄的是非加入记账及加多一个及，对啊，报税代理人工会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好吧？就这样子改，这样可以吗？加一个及哈、啊，可以好。那我们记账师工会第35条就修正为，这样对吧？啊，加入会加入记账及报税代理人工会，就改这样。可以哈，好，那我等一下啊，这个改就是现行的跟修正的，就是
改了改几级？就级嘛哈，好不好？好 ，OK， 好，可以。好，那就是改一个字嘛哈，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哦，三十五条。以罗明才委员的。以罗明才委员建议就是以罗明才委员的版本修正通过。好，谢谢，感谢。以罗明才委员的。可以哈。好好，那就谢谢。接下来，接下来就是我的案了哈。我的案在哪里？这两个都是你的，我刚刚看一下也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利息，除息特别扣除27万，调高到35万。我跟你讲哈，我讲的话，如果是说，我有两个版本呢、啊，17条，一个是第八页，对不对哈？就除夕特别扣除27万变成35万，是的，部长表示有意见吗？我是建议哈，我们在报告里面谈，现在有45个案，45个案有些项目都很有道理，但是容纳不进去了。我们现在所得哈，所得总额5兆，17条扣除额占了62%，扣掉3兆多，所以哈容纳不进来了。那我建议哈，就照证据委员这个临时提案了、啊，就是说我们下个会期提出来，把45个案可以容纳的项目，我们采纳。但是要说总额的上限，就说扣除我不得超过多少，就不会侵蚀到税基了啦。我们提，我们来提，但是不要一个案一个案来，一个案都有道理了。像以前卢委员也有提案，他提到我忘记了哈、哦，学前的学前扣学前幼儿的，然后有些提到高职的学费要扣除，都有道理。对，所以我们来容纳。合理的，它长照是新的东西，我们容纳下个会期提出来，好不好？委员都在下个会期嘛。部长，这个如果是说那个除夕特别投资特别那个扩除额的话，哈，27万到35万这一块的话，我当然如果说你们有意见，那当然我们再总和再中纳一下。但是问题对于那个就是扩除那个2.5万这个。我想大家都鼓励终身2.5万这个，啊，没有错了。我意思说，25万，像这样的案子啊，45万里面都还有了，包括哈，像以前有委员提，高职的学生都是家庭弱势的，我们都是在鼓励终身受教。他认为高职的应该要更给他扣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我们只有大专以上嘛，有道理了。但是我们一扩大45万就开花了，让我们来下个会期提，好不好？我保证下个会期提。一样嘛，一样达到目的嘛。刚刚你们不是都是要支持我、support 我吗？怎么在看我嘞？啊，是啊，这个也支持啊，这不这是两回事，这也支持、啊。不是很满意的。对对，这两回事啊。对他如果有个上限，那每个民众可以选择，比如像他有20项会扣除，有人是选138C，有人选2465，你懂什么？那可能你的也可以选进来。我的意思说，基本上你总额是多少？然后呢，他可能有20个扣除项目，对不对？那就是扣到满嘛。那所以有人可以选，如果他是有幼儿，他就选幼儿；有人选大学的选大学；有人像你讲的，他要选什么的？比如说看护的，要选，比如说看艺文推动的、捐款的，对。那他可以去选不同的项目，那到这个额度嘛，这样子，那就没有说哪一个项目比哪个项目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是国家替他来选哪些应该扣除，哪些东西很重要。可是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扣除跟支出那个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定出一个额度出来，然后让大家自由去选择，那每个人都有公平的额度可以使用，那自己去选择自己生活上重要支出可以扣抵的，这是一个新的观念，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哈。那这样的话也不用委员之间互相，有的委员是农业委员，他要扣除农业的；有的是教育委员，他扣除教育的；有的是艺文的委员，他扣除艺文的；有的是体育的，他扣除体育的。什么重要呢？啊，那给你一个额度，你自己去选择那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了，好不好？好，谢谢。那我们主席啊，利益良善。那我基本上是全力支持啊，但考量到刚刚讲的它整体性的问题哈、啊，
只要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会全力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意志，然后大力来推动。额度上限搞定了，薛委员东西也可以放进来啊，也可以啊，把它放进来，对不对？对。好了，好了，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那我们现在就择期了，还是保留了？保留了，那保留了哈，保留。保留在委员会。保留在委员会，我这两案就保留了。那现在。临时提案还没，还没。接下来就是西委员，你的案。多给我一份，来，谢谢，感谢感谢。这是什么东西？这要干什么？西委换你了。你要保留。大家都认同，但是不能保留吧，好不好？好，那西委员的临时提案。好，那我们就用临时提案保留，用保留委员会哦。西委员，西委员，你的意思是保留委员会，还是都保留委员会？好，好，那就这样子哈。好，那现在就临，那现在就临提第一案。临提第一案好，徐委员，徐委员看要不要先，要不要表达？我再来表达。这样好不好，委员？那个基本上赞成，但是那个一个月太短了，六十二案了。哎呀，难啦。委员，我跟你讲，解决最重要了，因为八年的哈老案啊，冰冻三十，我三个月好不好？三个月下个会期解决一样啊，在二月一号那个会期一定解决，但是你要一个月哈，要国税局，我怕六年的八年的案子本来就是不是说要全部解决哦，我们要清哦，还要谈哦，要协谈，给我三个月了，我们要是真正解决问题，三个月我们都有。我们部分同仁有下课，那怎么办？那不要了，三个月太久了啦。那就一个半月，好不好？我延下个十二月十五号一个月就。都在忙了，都在忙。休会都在忙，休了。不要争了，没有，没什么好争的了。好吧，好吧。三个月了，好吧。月底怎么样？否定为代替。有的案子真的很难了、啊，他刚讲举例，像那个案子，真的他妈多十几二十年呢、啊。那这样子啦，这样一个折中了哈、哦，给你三个月了哈、哦。但是如果月底前已经清理完的，也提前提再报告。那当然，好不好？好。月底先呈报一次，一个波段嘛。好。那就改一下，文字改一下，好不好？三个月内将清查结果。送交财委会，但是，就是，但是部分先将初步结果，对对，好不好？好，就这样，先说吧。啊，盖着盖着。月底前先将初步结果，一月底，105年了啊，105年，一月底前，这是帮你们解套啊。是了解，先那你们辛苦将初步结果。哦，因为他从来不要。到这里了啊，我来练一下。好，那个临提案，那个习委员的啊，建请财政部就一八零人为结案之税务行政救济案件重新清查，并于三个月内将清查结果送交财政委员会，但105年一月底前先将初步成果送交。这样送交财委会，这样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哈。好，那临时第一案就这样子。那第二案临时第一案，第二案没问题，第二案没问题吧？第二案就是可不可以？这里只讲到扣除我的核技术，我建议把项目放进去，因为这里面包括项目，就积极研议规范个人扣除我项目及核技术，好不好？项目及。好。那您提第二案，
哦，这应该叫曾委员来念呢，现在字拢看不。所以说你刚才你签了。好啦，为合理扩大税基，改进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及扣除额之公平性，建请财政部积极研议规范个人扣除额项目及合计数设定限额之可行性，好不好？好，提案人曾继威委员。那我们就修正通过第一案、第二案的临时提案哈。好，谢谢。主席，另外刚刚哈回到记账室这边哈，因为前后的关系哈，35条的后面第四款的部分哈，里面有牵涉到报税代理业务人信誉，这边也要做一个更正。在哪里？为234页哈。234页。对。倒数第四条，那边要同步要修正哈。这个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的第四款，这要改一下哈，违反新的情节重大，足以影响记账及报税代理业务啊，业务拿掉，业务拿掉，两个字拿掉哈。那么要修正条文，就是把代理。第四项第四款，第四款的代理业务这两个字拿掉，对对对，哦，就这样子。好，谢谢。还是罗委员用心哦。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读协商结论。部长用心，永胜用心呐、啊，哎，副税主用心，细节都被。好，所以很用心，罗委员请你们吃便当。一次啊，去哪里我来订？可见我比较简朴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来，我的泡面呢？哎，那个我要吃。我的泡面的，啊，啊，第一生产的、啊，你是不是也有人跟你要？不然你怎么会说马上知道两天呢？你也不知道我要问这个题目啊。好，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李委员、李燕燕委员有提一份书面资料。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读协商结论。先读协商结论，讨论事项第一案，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加执行及非加执行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审查结果。修正第32条，增订第32条之一，修正第45条、46条、47条、48条、49条、52条，经照行政院提案通过。讨论事项第二案，审查本院委员徐天才等20人拟记税捐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案，尚未审查完竟，择其再审。第三案。讨论事项第三案，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8人拟记记账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审查结果。第35条，照罗明才委员提案修正第三项第二记，非加入记账报税代理人工会，修正为非加入记账及报税代理人工会。修正第四项第四款最末记，足以影响记账及报税代理业务人信誉为，修正为足以影响记账及报税代理人信誉，其已经照提案通过。讨论事项第四案，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19人拟记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尚未审查完竟，择其再审。讨论事项第五案，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薛林等23人拟记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尚未审查完竟，择其再审。临时提案，第一案修正如下：建请财政部就2018年仍未结案之税务行政救济案件重新清查，并于3个月内将清查结果送交财政委员会。但105年一月底前，先将初步成果送交。临时提案第二案修正如下：
为合理扩大税基，改进综合所得税免税额及扣除额之公平性，建请财政部积极研议规范个人扣除额项目及合计数设定限额之可行性，其已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谢谢。那有没有委员？有哈。卢修燕委员，请问各位委员的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就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那接下来针对讨论事项第一至第五案，分别做如下决议：第一，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那讨论事项第一案的决议，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业已审查完尽，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席补充说明。那第二案税征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讨论事项第二案的决议，审查本院委员许天才等20人拟具税监稽征法增订第21条之一条文草案，尚未审查完尽，另择期继续审查，这个有点小遗憾。接下来第三案，稽上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讨论事项第三案决议，继续审查本院委员罗明才等18人拟具稽上事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业已审查完尽，拟具审查报告。报告院会讨论，院会讨论本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本案时由本席补充说明。第四案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讨论事项第四及至第五案决议，审查本院委员谢林等19人分别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继续审查本院委员谢莲等23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尚未审查完尽，另择期继续审查。请问各位人对以上决议有无异议？罗明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就通过。那我们今天的议程就进行完毕，那我们就散会，谢谢大家。